日本人讨厌韩国游客，终于找到原因了。拉面的非常的好吃，这家呢就是排队啊一个小时啊，是什么烂肉？你们很 lucky 哦。打开进去，厨房，然后里面是日本人。皆さん、お時間がですね、こちらじゃなくて、こちらの入り口で、あとまだ30分なんですよ。お茶清茶よ。あ、저는한국사람인데요。知道了，你是韩国人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